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接着对于今天讲到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对于甚至怕着了着了甚至把家切切了我说你不在那些他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对于甚至把而且当家呢这把等呢各种地方的没人跟你争着着了吧怕着了甚至就往那边着了吧或者上去当着我的答案理解用的用的当着我的他妈的这是两个国家从把大的东西上去吃了当大的茶的这个当这个银子当的这个当茶当一个等当的或者是你多多多多茶的一些大的呢就是大的茶的这个当银子当的这个当吃了当着我的后面情况是多少的这个去了的你去了的你怕多少他就会有人比如没什么你加多加多加多高松刚才让王头了让王头了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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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为什么胖了你为什么谁的被家庭不差了是吧哦胖妈妈就有这条命令上了哦就是先不妈的年龄把这个家庭都没去这条命令哦年龄把人上两点就是现在没到了就把卡车了现在没到了就卡车了家庭都是吧好不好对不对去了的心谁的把卡车没到了卡车了去了后面去这没去的呀，我一口都不叫人家，这可是的。这做官人的，这个身子，从做官人上面的，当心查的，这个身子吃当的了。要不说这个身子怕肉肉长嘛的，没人查工了，怕肉肉的了吧？这个吃查工查工的，这个吃高了嘛的，这里呢就是做了这个大大大，上把的红结果的，你这里一些烂米烂米就搞的，这个烂米的。这个吃当的吃当当的阳台上当的东西这个阳台上的路是爬到了你把路路路路你他妈让让你他从你里面来查当的当不打进你有了吧当不打进你有了哦打进你进了沙发的空气就不放在了你沙发进去就不进了让你的大的把查了我可是大部分咱们人家不查过算了这个你必须要听我大道理的人是吧这你就接着听你这个你这广州的下面他让你的大的不好了吧大的你给你起步去你这多你让你们好过大的多少多你让你们好过这个你就听你有呢好说呢这边的对你这就是让你别的你的这个东西不让能理解但哪里说的嘛说话这这是头脑的这哪里的你我这三年的这个人他他就不给他我不管了好不容易哪里这个车当不着去一边的落地怕学不着去但哪里别人怕学出来你来也是车当不着去他当不着嘛说这个东西让我用了他当不着去了 OK 对对但是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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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去陪我的去去把谁玩的上次有错啊对面的人有没有力气的铁巴的铁巴什么的用我的铁巴什么的当了铁巴我做了一句我的我做一句干了一句浪的到身体上的都没有做前面铁巴的多少把三斤把都落下去三斤去上去了面去上对了
어제 당한테 말이지. 산지 가는 게 뭐 시합체 모르겠어. 내가 가리키는 삼문지를 남들 뛰는 게 없어. 삼문지. 삼문지를 남들 뛰나? 삼문지는 서고도 서밭지 못 없어. 내가 내가 토이고 다톡 산지 고방 토이고도 없어. 당한테 말이야. 이치지 때 말이야. 어, 삼문지에 문이 되는 줄 알지. 제가 체험한 걸 내가 빌리도 뛴다고 나하고 왔지. 몸 찍다 마시면 삼문지 찍었다고 나. 야, 나니, 왜, 왜, 유무관이, 왜, 저리다 하고, 또, 이치지 대봐. 하고, 소망. 다음한테 봐, 이치지 대봐, 이. 다음한테 봐, 이치지 대봐, 이. 대봐, 이. 이치지 대봐, 이. 답이 줄었다, 지금, 그러라. 근데 줄었다, 시종은 들어와요. 시종은 안 들어와요. 시종은 들어와요. 내가 줄었다, 고이. 소도 덥자, 이. 또, 이런 거 그러라. 또, 나를 같이, 같이 도와다 그러더라. 那么刚刚接着就讲到说，那么所有佛法的修持呢，实际上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啊越来越松懈，而不是呢越来越紧绷、越来越束缚的。但是呢，就如同啊前面所说的，由于这种我执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的众生的心呢，它就越来越紧绷，然后因为我执越强烈的缘故呢，所以。啊，嗔慕他人，贪恃自己，所以呢，不但呢把自己束缚的紧紧的，甚至呢，也呢要去啊，要令他人呢也被束缚的啊，非常的紧。但是呢，慈悲心呢，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心呢，越来越松懈的，也就是说，借由慈悲心的这个升起，那么各种的这些的啊，本来啊无知的这种啊束缚，它慢慢的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松开了。那么，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修持呢，我们了解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呢，知道自己具有这样的一个无执的这种习性，所以呢，我们要升起这种慈悲心，具有升起的慈悲心以后，因为你具有我要利益其他有情众生的心念缘故呢，所以那个无执的心念它开始呢就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利他心的缘故，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束缚呢，慢慢就越来越松开，越来越松开了。所以呢，这就像刚刚那个其中一名就讲，就是一根恶道的恶的这两种不同的道呢，就是一个是无执的缘故，一个是慈悲心的缘故。那么呢，因为无执的缘故呢，而让自己呢越来越束缚，然后之后就越来呢越陷入在轮回的情形。那么因为这个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让自己呢越来越松懈，然后进一步呢，我们自己的那个智慧呢，也就越来越升起。那因为智慧升起的缘故，那么进一步呢，认识到了无我的这个智慧。因为无我智慧的升起呢，所以呢，也就真正的能够延伸这个大悲心。那么因为大悲心心的缘故呢，所以自然的就能够如实的去证悟这空性的这个意义。所以呢，这是有几种根本里面所说的，就说同一个因，但是呢，因为两种的不同的道，一个呢就是由于我执束缚的缘故所产生的就是恶的这些的情境。那么由于利他的这个慈悲心呢，所以呢，所有一切的束缚越来越远，然后减少，所以形成的就是善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理解当中呢，我们认识到实际上所有一切的痛苦，它的根源都在于我执。而所有一切的喜乐呢，都是源自于我们具有这种慈悲利他的这个心念。那么在佛法的修持上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很多的这个法门上面就各个宗派上面呢，有时候呢还会去指责说，我这个宗派的教法呢是最好的，你那个宗派呢是有什么样的缺失的不如我等等，有这样的这种强烈分别的时候呢。同样的，这又是另外的一种束缚呢。执着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法是最好的，就像那个同样的那个我执呢，那么把自己呢绑得有捆绑的这个牢牢的就是同样的情境。因此呢，在法的修行上面呢，事实上我们不需要有这些的这种支持自己宗派圣最圣，然后贬低他们的。在修行上面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内心里面真正升起那种利他的啊慈悲心，内心里面呢真正升起利他慈悲心，这样子去修持，那么在法上的修持呢啊这就够了。然后最后呢就讲到说，那么在这样的修持里面呢，我们说啊升起三种的这个信心，或者具足三种的信心。这三种的信心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啊清净的信心。这个清净的信心指的是我们知道呢，那么三宝是能够救度一切有情众生达到解脱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啊无数的有情众生堕落在这种各种轮回的痛苦的情境当中。那么只有三宝能够加以救度，只有呢啊引导这些众生，让他们内心升起慈悲之后呢，真正的啊发起这个智慧，才有办法从这个轮回的痛苦中啊得到解脱。因此呢，我们对三宝内心里面呢，自然升起一种啊清净的这样的信心，这是清净的信心。那么进一步讲的这个，就是升起的信心。这个升起的信心呢，是当我们自己真正的认识到啊这种智慧，这个在解脱上面呢，智慧呢是那么的重要。具有这样的这种啊智慧呢，才能够就近的那么开展这种大悲，之后呢真正的从轮回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升起的信心，我们称之为升起的信心。嗯，那就到公司吧，那就跟主播他去了。妈的，这个要我学习的嘛，就让你娘弄房子去修吧嘞。云南这里头，我说娘你搞的干起吧嘞，那个建筑是三十多年的了，让你生的东西，这生长嘛说的比较稳定些。这叫忙碌红血的话嘞，就是多多的生长嘛说好些。先怎么说还是做过来的，那我这个当地就没法做过来去，那可以就没法做过来的，一片落地用的，这个一片落地用的，让你打没法做过来，当地用的让你一片落冲着落过来，这下子就没做过来的。那么在座各位法友呢，我们就想在今天这一天的这个开始中，我们就就他自己呢，那么所体会的，在这个地方啊，今天要为大家做一些啊开示。那么在这当中呢，最主要所讲的就是我们呢要啊清净我们自心，就像那佛陀所说的，那么清净自心，这就是佛王的教授，所以呢，学着怎么样去调伏自心，就是所有一切修行当中最重要的，那么也是啊最简单的那个关键。当我们的这种我执的心念呢，要怎么样的去加以调伏或者啊止息呢？那就是透过利他之心的升起。当这个利他心升起的时候，这我执的心念呢，它就越来越小。反过来呢，如果我执的心越来越强烈的话，那么你的利他之心呢，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小。那么所以呢，我们讲就一句话总结呢，这个修行的要点就是怎么样的去清净我们自心，调伏自心。人家在这块去种些那个，这身体家去种的，去去种的嘛嘞。这身体家去种的，这块去种的是为了嘞，这身体就刚有过了的，希望慢慢让这里，等于我说真的，一万下，这里说唱说啥子呀？说个，讲到说啥子啦？说个一万下，这他就有了啥子？希望慢慢把下来的。他现在呢，那就是南极的药嘞，刚里头的，不出出地方的嘞，一片的落在鱼上嘛，稀拉的药嘞，稀拉个是云南种的药嘞，本来不过从种的地方，地方他的，不过他现在没了，比较的为了拉瓜的，你上西南没有吃过嘞，对了，一片的落在南极稀拉的这里，云南种的嘞，不过他现在被。那个妈妈都得就那个上班就能接，哪里接到钱啊？就从这些钱过来，你能接了对没？你用不来啥话题，这东西用不了的。你看，上班的你也是啥个结果来的？到十几多斤，人家接了上去了，我这里的人，上班的你都我出过来，到突然突然不的，等于耍出成绩我出过来。你怎么办呢？下班就只能下班的，你怎么做？你哪个人呢？
娘人から行きな。